院长，最近在韩国很夯的一个连续剧是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来自星星的这个都教授，他演的主要是400年前从外星人来了一个，在了韩国赚了非常多的钱，不仅赚了非常的，反而非常的英俊，而且更重要的非常会照顾这个女人，得到女人的欢心，所以在韩国演里面非常受到欢迎。所以今天大家，院长，你看看这张照片，我把你学得像这个演员，帅不帅气？委员，这个不能比，很帅气，对不对？你不仅学富五车，而且非常的帅。那我期待的是，你要把台湾带到自由以外，更重要的经济要发展起来，让人民有幸福的感觉。这是我今天来自星星的江教授给你最大的期许。你现在上下班，公家给你的什么车？就是公务车。公务车是 Toyota 3000cc。应该是 Camry。对呀、啊。你的随扈车是什么车？2800的。你随扈车是什么车？应该是那个BMW。对呀、啊。3500还是3600？我需要内政部长要立刻改进。哪里有院长的车跟别人车子不一样？你一下看出来你的安全，我马上去冲撞你，你就完蛋了。没有关系，这个没有关系，随扈的车你没有关系，全国人民也关心你的安全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内政部长立刻改进，立刻一样三部一样的 BMW 车子，让所有的全国民众看不出来你坐的哪一部车子。哪有说把院长的这种危险吐光出来呢？这个非常不道德。Thank you.